以前不屑一顾，现在截图保存。山东人是懂语言的艺术的。提问：你和领导下棋，赢了一局，领导脸色阴沉地说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，我老喽，不中用了。”你怎么回复？山东人：你下的是整个单位的大棋，统领全局，不争一鱼一角。我下的是棋盘上的小棋，小算计、小聪明而已，还得需要多跟您学习，提升境界。还有这种，您言笑了，下棋就是办事，我办事都是跟您学的，哪里比得过您？您那经验够我再学一辈子的了。最炸裂的来了，请不要抹黑我们山东人，我们山东人根本就不会赢这局棋，我把自己的帅吃了都不会将军。原来真的有人命里带变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说？